Polo 过几天跟我说他们已经分开了，之后我们也就顺其自然的交往，但后来我发现他根本有点在利用我，把我当助理用，帮他成立公司跑流程，假日还要帮他做简报，现在想起来觉得我就是一个接盘侠，然后他现在还在做同样的事情都没长大，真的很瞎。我们约会也都是各付各的，虽然没什么好计较，但只是觉得情侣应该互相。我有写卡片的习惯，有次发现被揉烂丢在他的汽车后座，然后他超屌的回我说，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，我妈妈是弄了一间房间给我放卡片的吗？我们从新北淡水家中出发，要去台北阳明山走走，我只是没有表情，他就突然发飙，认为我在不爽，开始大按喇叭，头撞方向盘，用手敲窗，我吓坏，完全不知该怎么办，路人都来关心，然后报警，后来是警察帮忙把车开回他家社区门口停放。